1月9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捷克总统泽曼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指出，过去10年，我们多次会面和通话，就双边关系、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将中捷关系提升成为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共同推动双边经贸人员往来，捷克对华出口额增长近2倍。 2019年，中国赴捷克旅游人次比2013年增长2.5%。中方重视中捷关系发展，视捷克为重要战略伙伴，愿同捷方一道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必将为包括捷克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多层次高质量交流沟通，要深挖互补潜力，扩大互利合作，增进人文交流。中方将出台更多务实举措。 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国对欧政策保持稳定性，希望捷方继续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泽曼表示，我完全同意习近平主席对捷中关系的评价，我十分珍惜同习近平主席的友谊，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加强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克服新冠疫情影响，恢复人员往来，使捷中关系枝繁叶茂，呈现勃勃生机。捷方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活动。